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86集。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遗产系列的 Deluxe Class 的这个厂捷，有蛮多朋友希望我赶快开这一支，那所以呢我就拿出来把玩了一下，那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了啊。那么包装盒的话呢，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。后方可以看到它是两把紫色的枪，但是呢难得啊，玩具的实体的话呢，这个紫色呢比盒子上面的紫色要来得好看得多啊。这个上面这个实体的枪有点金属的紫色的感觉，然后正面啊，这个盒子的话上面你看了，我说过了，这是上面有很多类似赛博朋克的打光啊，所以我跟玩具本身实体有一个蛮大的一个落差。那么在开始这个玩具之前，我更正一下啊，上一期对，确实是这个刹车的话呢，我把它的一个玩具呢，我是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展示啊，其实是不正确啊，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啊。那合会啊，还有说明书应该都是这样，但是因为看上去太接近了啊，所以我没有去留意到。那感谢各位给我做这个指正，那顺便对比一下，两个的身高是差不多的。那么这一次的抢劫呢，不免的感觉它的身形好像有点破碎啊。正面来看，你看它身上有很，你可以感觉它的零件其实好像很多，那你翻到后面之后的话，会感觉破碎的感觉好像就会更加强烈啊，特别是还有这么多的这个哒哒哒哒哒哒的北斗七星啊，戳戳戳戳戳戳戳，这个那种被戳了很多洞的这种感觉啊。然后这个大刀像个磁铁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个其实只是铁而已啊，不要去合金而已啊，并不是真的磁铁了啊。然后后方的话呢，就空洞的话就手臂的后侧。然后这款玩具的紧实度的话呢，比上一款刹车要感觉恰到好处，适中的多。摇一摇，虽然下半身会晃啊，但是这是一个腰身这里会晃啊，我觉得影响并不大。而且它的关节推动来讲的话呢，都是比较舒适的啊。整体感觉的话呢，会好像非常的多。那头雕也是很好看。那我不晓得呢，我是中奖了还是怎么样啊？它的这个墨镜上面有一个是刮痕呢，应该是我的个案吧。那你如果说是刮伤，那我可不可以推，我可不可以归咎到说是因为你没有炮壳，你就放在里头，然后搬运的过程中有什么突起物将进去就把它刮伤了啊？有没有可能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。然后上我发了一个 B 站有一个动态啊，我就抱怨说这一次的包装盒不怎么好看啊，不怎么好啊，有一些毛病啊，有个家伙呢啊，有个杠精啊，不折不扣的杠精啊，有兴趣你们再去看吧啊。就他就说呢啊，我这个抱怨这个没有什么用的纸盒干什么呢啊？说我现在啊，就是只会跟着粉丝的喜欢的方向去骂。我不知道我是跟着什么粉丝去骂什么，我是个跟着粉丝喜欢在做节目的人吗？啊，首先我没有粉丝啊，我只有朋友而已，我没有粉丝啊，没有那种东西啊。然后 OK， 反正这个杠精啊，我只是觉得他智商很低而已，那就顺便嘴他一下吧啊。然后这一款呢，我们先提压了武器，按照说明书的讲法的话呢，武器还有另外两种摆放方式，一种是就是在车形态下的时候呢，就是安插在这里放在后面。但是你不觉得这个玩具全身都是黄色很枯燥吗？给它两把枪的话呢，拿在手上可能会更好看一点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是这个枪啊，这个地方两侧可以组合起来变成一把 OK 双管的大枪啊。问题是你的这握柄是下面两杆，难道你要握成这样子吗？那或者是你握另外一个凸啊，当然是可以，但是你不觉得这样感觉不好吧啊？还是干脆让它双枪啊，可能对于手啊的这个延展性可能更好一点了啊。那胸口中间的话呢，这个银色的这个细节部件啊，让它身体看起来有一点层次感。然后细节的话呢，各位就看一下吧啊。那可动的话也算好，腰身可以动。然后这里呢，一样不是球关，前后左右踢膝盖大概90度啊，有一个接地啊。这个脚掌的大小的话呢，还算不错啊。然后人物的一个摆 pose 来讲的话呢，基本上呢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，因为它前面这个能往前动的空间有限。当然你不要太刁钻的话，是站稳的话是还行啦，但实际上可能还是差了一点点的意思。那这一款它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它的这个部件啊，它是没有的扣的，就直接摆在这里。还有上方的这个像是垫肩还是什么东西，它是往后延伸出来
你要说它是一个半产品吗？这个看你的要求有没有那么多了，你的标准有没有定到那么高了啊？那确实它这个感觉就是算是没有处理好的感觉。那么这一款最大的卖点可能是它的变形了啊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，这个部件往下放，轮胎往这里放下来啊，拼成一条胳膊。这里也是一样啊，这里把这个部件往下放啊，这个部件往下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从胸口啊这两侧部分把它给拉开来，这里啊有两个凸啊，跟这里两个凹啊，那是把它翻开来。头部呢先放进去到这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手臂往上提起来啊，利用这个连接杆提上来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往内推，这里的话扣进去啊，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咬合的啊，就是这边啊这个凸啊去扣进里头的这个凹，去把它扣进去。然后呢，这个部件的话是转出来，那另外一侧完全一样啊，就往上提上来，这个地方扣进去，上面的话呢，你能看到的都把它组合起来。再来就是有趣的地方了，这个地方旋转啊，应该说手臂往上推，这里已经有点意思了。这个地方往上推上去，然后呢，利用这个双动关节，把整个这个头啊是往后面放下来。如果你这个双动关节不往后拉下来，这个头呢会跟银色部件去卡到，然后再把这一个卡扣啊，这两侧把它给扣进去啊，那再来下半身翻转180度，然后呢从这一侧把这个地方给抠开来啊，接下来各位应该一目了然了，就直接的往上缩进去，然后上面有个倒钩啊，我们把它给卡进去，那这个定风尾翼啊就往前面靠，这个就是直接是把它给扣起来了啊，最后就是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咬合啊，记得把它给咬得更密合一点点。严丝合缝的话呢，去把它捏稳一点。如此一来的话呢，我们这一款这个抢劫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、哦。滚动性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。虽然它的底啊非常的扁，非常的低啊，做出一个赛车的一个形象，但滚动性确实是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了。然后它的武器啊，也是比较合理，因为是怎么样呢？它有两把，左边右边各一个啊，这样扣上去，感觉还在比较合理的一个忍受的范围了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细节啊，前面的狂派的标志啊，这个弧形啊，给各位看一下。然后这边也是圆弧的一个形状，那这里是有一些分色。那么这里这个部件就没有得卡扣，它只是推上来而已。那裂缝上面稍微多一些，然后后脑袋。啊，是空的，哎，之前还没注意到，原来脑袋后面是空的，然后这里是银色的细节，好吧，那背后如此这般，轮胎的话上面就是没有胎纹的了啊。那么这一款的变形的话算是比较有意思的啊，这个手臂往上伸展，然后胸口翻转180度，头部有一个双动关节这样子啊，基本上这一款的变形把玩乐趣度呢，比上一款的刹车啊强了很多很多啊，整个这两个玩具相比起来。啊，这个抢劫明显好上比较多，还算是可以让人接受的一个低级的玩具，那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